上来一点，看不到鸭子。封装，封装。我来今年有去半导体，半导体就是晶圆代工封装测试。对啊对啊，弄好啊。还弄半导体啊？对对对啊，弄总算的呀。进了是吧？当主。好，往你的右边右前方。右前方，右前方。右前方好。又把汉信买回来，这几天停车费涨到最高涨到4万9，然后刚刚看好4万6。太靠近我了，而且他很屌，他像我，挖矿，然后那样也很轻松。显示卡，然后工业显示卡挖矿都有。你还有刚刚被食物？显示卡。哈哈哈！怎么可以这样攻击人？哈哈，好恐怖哦，很恐怖哎！不会不会啦，还跟你玩。我刚刚身上是有东西吗？没有啊。太可怕！哦，都丢完了吗？还有，放给一位。不要，我现在手拿着了。不用丢了，他啄你手不会痛，你就拿手上就好。有东西吗？这里。什么东西？还是他比较怕麦克风？他刚直接飞扑我姐。因为没了。那是不是装乖？后面有，那谢谢。嗯，对呀。在这里，他们这边现在真的是温泉鸭，他想要跟你问说，小姐还有吃的吗？今年新年呢、欸？
还是想碰。哈哈哈哈哈哈。